人过的帮忙把雾去掉。我们好像是都坐在一边，造成了这个缆车外边。让我来平衡一下。到了。嗯，到了。好大，哎呀，哎，还要走楼梯下去，有够无聊。对，刚刚那个也是。哎呀，有没有厕所？啊，你要尿尿？不知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觉得这绝对是新的，连站也是新的。有人多的地方。起雾了吗？下着雨，没有，因为下着雪很厚，背包上都是雪。对呀，没办法。应该滑起来很舒服吧？但是上下楼梯不优。你看，连树林都在推，实在是太可怜了。摸一下。果然果不其然的就是你啊，我们要滑个两趟它才不会沾吧。冲啊冲啊，能多冲就多冲，这一段搞不好坡度都不大够。不是，我正要讲，就是那个看不清楚，所以坡度抓不清楚。像我刚刚就不知道哪坡度是怎样啊，往右站，结果就倒了。看不清楚，有点不优。看不清楚坡度。对啊，都结冰。好，走走走走走。
反正人少，应该厉害的人不会想再滑第二次这样。对，人少，太平了，很粉又平。就变成跟这些人做，还是你也不要？没人，好，那等下一班好了。拜拜。看到在吗？对，因为试的时候做第三个，叫他们请前进。这只能这么放了，太奢侈了。车太大了。对啊。我帮你拍一张。我在拿出手机之前，还要先刷一刷。对，还有口好，还有一点点。手指觉得是大吗？都是血啊！你站起来前进，抖一抖。哦，你那个镜头上一坨血。你的镜头上也全都是啊。哦，你也摸，你也摸。用手套挥。在车上下大雪，夏天在拍，哎呦，出太阳哎！嘿呀、啊，好了，接下来下次就去华轩那边吧。另外一条逃跑的花园的评分是太平，还是太平啊？太平，花园太平不行。也很多，但是太平，它也没有办法创造出它的风度。花园太平，重复三次，花园就是太平。而且它的黑线没有人家那么陡。哦，这个上面都是。我血飙到我的快。那就，那怎么过去呢？哦，不是啊，一样啊，滑了我要滑，我这边滑就好了，不是要那一台吗？嗯，对啊。那不是滑右边就好了，你刚往左就往右就好。对。我想，等一下再做一次，玻璃很舒适啊。你看那个，要滑那一道啊，那一道，好像粉粉的。左边好像没人刮，右边。刚下来的路哦。哎、欸。哦。刚下来的路啊。好像是哦。是啊。啊？有这么短吗？有这么长吗？我觉得我们下几下。冰条。对啊，在你头上面啊。这是第一次。来。哦，大晴啊，拍一张。全是蓝天欸，什么鬼啊？太奇怪，太奇怪。对，是蓝天。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们每天要结束的时候，都会有蓝天跑出来蹭一下。已经要结束了吗？接近结束了。哎、欸，不对啊！我说，我是说这个要多滑几次，然后接着才去吃下午茶。那现在觉得这个不大行。没有了，没有要吃了，太饱了。是齁。那这样就要回比罗湖去了呢。欸，滑。滑什么？等等。对啊，师傅哦，师傅已经到上面。他跑进去扫扫雪了。
他把血扫出来。刚滑的雪道变清楚了，应该很好滑，是舒服的。嗯，好了，勉强。是舒服的话，勾破石头很湿，血跑了，没血了，不管它湿不湿。纳闷纳闷纳闷，瞬息万变啊！现在满身血又没了，这是个 blue birthday。这里也有一条黑线，十二就那个了，对，那个条我今天很不行耶，我今天都会摔倒。那红线上的粉也蛮厚的啊，大概5公分。清楚，对吗？在哪？红线哈？黄绿灯在看不到。我在右边哈。那边偏后面。这次应该不起雾吧？还可以。哎呦，好多雪！下次没下了。嗯，趁机，好了。那这样我可以再做一次。如果是这种天气，可以多滑几下。这里是，好像没办法，它太绿了。我想起来后半段不行，但是上半段还可以。哦哦，它在吐上面的，它那个棒棒好长哦，接两倍。吐什么车顶？不是车顶，是那个站顶。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快走，快走！那个雪下在我们头上，没有雪，但是被它扫变成下雪。不用了啦，不然他待会会滴血下来，然后你一定要进，现在死的少点，你最多是前面。他有血年龄吗？没有，一直是看起来。好了。
轻松滑，我跟你。轻松滑，我跟你，因为滑起来会喷血起来。下面很平哦，快准备要冲了。这里可能就比较多人，不是你好上的地方。
要吗？好。好。好，他会。我都用顶呢、啊，顶。那就离开了。坐这么大的帐篷。天啊，就一直。忘记关了、欸。你刚刚为什么没关？那算了。你需要先故意给它断掉线吗？不用啊，我会知道。你会知道？我会喵喵。你怎么知道？万一看到你的那个怎么办？不可能，因为我根本没有在低头看。那这里竟然有喷枪，刚没发现。你说什么？去外六个位置啊，你坐过这个椅子吗？你上次来应该不是六人座，他换了吧？看他有没有加热。看他有没有加热，搞不好有。そうですね。だから動きが分かんない。そうなんですよ。マジで酔うっすわ。大盛況です。本当に人気あります、ね。好像有屁股热情。みんなボックス行ってからのレール入んないけど、リップで飛ぶみたいな。屁股热吗？哇，四大王真すごい。特に四大王上一期。中国人が多いか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お客さんの数は間違いなく多いですね。あ、去年じゃ考えられない。ね。はい。去年のあれ全然だよね。それ落ちないですね。観光者の編集吗？今んとこ大丈夫っすね。これ、サルにこうやってやってうん、不怕、もう这个三段装去就可以。ノブさんはもう来年いないってことですか？今年は青松犯罪は回去滑那个青松好。はいはい、でもいいかな。没有、高い富士は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結構短いリフトで这段期的状况、我们很快就下来イメージ的に丁寧に近いです。結構垂れてる。垂れてる。結構でかい三連できるんで。那种不用加的。那种我还没看过有加的。パイプもあるのがまた。あ、確かにパイプもあるですね。不用加的，这个是让你感受到的。洗いとかも近いですね。
新井も近いっすね。新井と席違うんですか？一緒じゃないですか？違う。新井もうちょっとね、はい、海側なんで。ちょっと高いんで、新井。6000円、まあ、こっち比べたら全然。6000円、7000円ぐらいですかね、日券が。でもいや、高いですね。でも山でかいし、雪深いし。野沢とかどうなんですか？野沢混んでます。東海市は東海市は。結構ニセコっぽく混みますね。こちらかな。野沢もなんかよく聞くし。そうですね。野沢もおもろいんですけど、結局妙高エリアでいいかなってなっちゃうんですよね。最近、マダラ関係も結構人気出てて。パウダーも良さそうですもんね、マダラの。もあれ高原じゃないんだよね。ちっちゃい方なんだよね。タングラムの方ってこと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ああ。じゃあ、かもしれない。結構俺らマダラと共通点買うんですよ。マダラの点数。タングラムと。高原繋がってくる。然后在缆车站就快速冲一下就好了。会社から支給される共通だったらいいけど。そうですね。不可能。あ、じゃあここも支給ですか。看正下方有个白白的东西。開くと。暑いっすね。ビルチとアンドビーは。那就是电池啊。課金しないと。真的？那还有差一条。ええ、マジっすか。看要差多少。事務所行けば変えてくれるっていう感じじゃないんですね。それもあるけど。あ、はい。ちょっと黑いもいいよ。会社手続きがめっちゃめんどくさい。记得，所以我记，我在上面就往右边走走。予約して。で、中抜けってことですか今。あ、そこを両手を入ってて。朝終わって。はい。もう今日何もない感じ。ちょっと眠いけど、昼間滑れる時間。ああ。本当すごいです。毎日毎日すごい。仕事しながらですから。会社員の割には結構滑れる時は。ちょっとゾンと眠気さえ我慢する。断然滑れてる。家具設計也不一样。一応早めに上がってちょっと寝て夜勤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ちょっと家具設計。2日も働くんで、昼の1時から働いて、はい、次の日の朝8時もあって、2日分働いてから、はいはい、その日の夜はもう何もない。あっていう感じなんですよ。毎晩行くわけじゃなくて。あ、そうなんですね。結構調子いいんですよ。もう結構調子良さそうです。1時からなんで、午前中も滑れるし。接客みたいな感じですか？ホテルの施設管理ですね。建物さんや壊れたら直したり。で、何もなきゃ待機みたいな感じなんですか？学生です。やばいっすね。すぐ食い放題。結構ラッキーな仕事。恵まれてますね。月の半分ぐらいは普通に滑れるんで。あー、でかいっすね。一般の会社員だと月頑張って10日とかですもんね。週末だけ。週末だけですもんね。ディガーなんて安いでしょ。安っ。あ、でも他のところに比べたら高いです。ここ。そうなの。時給なの。時給です。で、年々50円アップで、スタートが1000円ですね。そうです。だからじゃあもう200円上がってるってこと。そうです、そうです、1200円です。永遠と上がっていくの。そうみたいですね。マジで、はい、やば。限度あるのかな。わかんないですね。やめれなくなっちゃうね。そうですね。7年目のゆうじさんとかどうなってるのか自分すげえ気になるんですよね。社員じゃない。あの平田のゆうじさん。あの平田のゆうじの方。怖いな。小川のゆうじさんは社員です。50円アップって、まあ、まあまあね、うん、いいよね。まあまあいいっすよね。結構でかいっすよ。
1ヶ月通して1万円アップみたいな、うん、しかも結構滑れるし、ね、そうなんですよ、他の地域に比べて他のところに比べて滑れますね。やっぱジブ系少ないから掘り出しもないもんね。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今年はちょっと啊，往上爬，气死！哪一个要两点要关？啊？那是 gate。他说上级者 only。哦，好气哦！不想去了，就回家了。为什么？为什么？那只是为了要滑过，其实。两年前滑过，但是这要爬那么高，我不想爬。那我生气。对啊，不要爬没关系吧？你不会觉得遗憾吧？滑过啊。啊？两年前滑过了。那我什么都不去。哎呀，就去吧。真的不去，真的不去，太累了。我提到富山，你不去。哎呀，就去啊。快去快去！哎、欸，山顶呢、欸？坐最边边了。好放，这很平的、啊，这个缆车超平的。哎呀，花园太平。也不是生气，我不想爬，很费力气啊，浪费力气。不要不要不要。没有，现在天气好，你现在就行了，看得到就可以爬。哎呀，掉了一下，然后就死了。而且我还真的这样，滚，我也放软，就看我放软这个这样滑，就跟你腰椎一样，就看到我在滑。你是滚哦，不是滑哦。我是滚。你感觉是在滚哦，然后不知道是那个这样子，双手朝前，双脚朝前，然后不知道是左右滚还是怎样，这样子咕噜咕噜，还是稍微前后这样咕噜咕噜，总之转着转着就一个脚再岔一下，就咚就岔准了，就岔就也岔住了。山顶后面看不到，还要再做一个，右边那个，你看。要拍一张照吗？还好。我不要了啦，不要了。而且这啊，好啊，还是拍一张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之前在花园从来没有大晴天过，在坐在这里的时候大晴天过。不错咯，如果视线有这么好，那就切到阿纳普里再切回来，太得意。我说切到阿纳普里山顶，到此一游再切回来，不要低于我们比罗布的缆车就可以了。感觉在更右边这个山头是无人地带呢，到某个高度不切回来的话就没有缆车坐了呢。也许他们不在乎。现在还要坐什么？往右推，往右推，往右后方推那个。你看，就是这是一个
上车点是不是有点有可能比下车点还高的缆车？这真的是太平了。撞到了。
今天你说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了。嗯，那昨天真的是天气算最好的，虽然雪，我觉得雪是所有天华的最差的。就太硬了，太硬了。哎，这就是不对啊！我还有滑什么，我也觉得很差，滴滴叫的。我怎么现在想起来？你说北海道的吗？对啊，北海道。就跟我上次在花园撞山壁可能很像，我撞到板子掉了，对啊，就是硬的。我以为那边硬的可以板头吐进去，就一吐是硬的，咚，板子就掉了。那硬撞很痛哎。那去坐比罗夫的最高缆车，如果他有开的话，我们还没坐。没有开啊，那里有一些人站在那。太阳的周围一圈有点亮，彩色没有。啊，这样就到山顶了。是，这是花园最这是花园最高的，然后那个是单人缆车，是比拉夫的。好嘞，多坐一个单人缆车，摇摇晃晃。这次我要等到我不摇的时候才帮你录。上次的时候我还在摇。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2点10分ね。好硬的地啊。又硬又滑。要再滑一下。往右边切就好了。坐前面。
ウトで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リフト運転を再開いたします。入れますのでご注意ください。如果一直拍照的话，就等下走了。啊，最快一开始被刮了一大堆，然后那些人感觉是出挑战。这里很 safe， 这里很安全，你就一路往那边滑吧。哎，等一下，等，刚刚啊，我们应该往右滑会比较好吧？啊？没有要做啊，但是那边很平哎，往右比较有坡度还是怎样？那个是我们比罗夫还没做过的那一个盖子的。
直走，要直走再往右，还是现在就往右切？好了，直走，直走，直走，你先滑简单的，先一直直走，对。因为他插了一些棒棒，表示那里有危险啊。棒棒的头朝右，表示人朝左滑的意思。我不知道。对啊。左边直下是花园，然后靠右靠右那条有一条往右下的路，那边是比罗夫。好。再看一眼，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啊？好啊好啊，这里风好像也比较小。那刚不就很好了吗？没关系，这样也很好啊，站好就好。揪的背，不是，就算你正面看看起来也像影子啊，因为背着太阳。好了好了，就这样，我不用。太阳跑了，太阳跑了，不错不错，那边也是比罗夫的站吧？我觉得那个缆车也是比罗夫的站。好喂，很多缆车，很多缆车。我觉得刚刚上去的是那种初阶快要变中阶的人，且都很紧张的切，且很紧张的这样一路刮下来的台湾人。其实没有很陡，是没有很陡啦，所以过缆车我也觉得看起来胖胖的，所以看起来他们是不必要的紧张。对啊。那个好像就是我跟你说一回头就可以下的那个黑，那怎么办？他们现在是切过去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滑的话，我们最好沿着这个一路切过去。要切吗？往右边切，最简单的切法。一下就滑完了，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啊，一下缆车回头就可以下来的黑，然后也是在前面附近我的板子掉在找板子的那个，对，是这个小山谷。现在我们切得很轻松啊，取巧的切。看到那个站了吗？温度计啊。那我们来坐这个缆车吧。好，走。
山羊同伴来了，那我们去对面山羊站吧。那一面呢？看能多高？你冲冲看啊！两只山羊。山羊的挑战。就这样。你很熟练呢。你现在就完全的做到，就完全的做到身那个头朝右边，然后反头朝左边，往右切，往左切。往右啊。没有没有，你来这边，然后往右，这样就出来了。很安全。这台缆车被停下来了。好了，前面那个就是排队上缆车的地方。直直冲。好啊，冲得到吗？冲得到啊！不过那边有人在推。我觉得我们刚刚不应该走这，我们刚走刚刚那里。那这里冲的时候往右切，保留速度。冲啊，切！切不过去了，直直冲啊！嗯。无料修气锁。
那两个也没那个打，他们没有很厉害的话，都谁啊？那两个学板的，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做的话？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左脚朝前的，所以他起来就往，他们站法就是左脚在前面嘛，然后往后点。他控制力不够的话，他一下去就要摔了，所以他们很想两个人自己做。哦，是啊。对啊。他们，我以为外国人都很厉害。没有，好不好？雪板，雪板哪有说一学好就马上就吼很厉害？简最厉害是花园的六人座，有过几的？六人座满满。一起一起，一整排在那边烤鸡屁股，烤屁屁。你是鸡哦，我不是鸡。烤屁屁。哎呦那这样是要滑什么嘞？我们刚是坐右边那个上去去，然后往右下车右转去花园，然后这个也坐过了，现在已经坐过了，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缆车都坐过了。真的吗？真的啊。我是搞不清楚的。都坐过了。花园也没有绕坐，只有绕滑而已，没差。但是我不想冲，我不想爬上坡爬回。那不然你就从上面滑下来，再试一次。我忘记了那里我没有用力推，好像还好哈。如果从这里去花园，有那个冲力是还好。对啊，这里不算缆车下啦，这里是要让那条绿线是要让那些人不要往左边冲，因为这里有个断层。这个绿线呢、啊？哦，绿色的围的线，它不是绿线，嗯、它绿色栅栏线。这很快、欸，我这次设计速度。这个车子速度比刚刚那个六人座快。我冲哦，我冲哦。虽然排队排很多，其实它时速很快。这个，跳跳跳堆堆堆，这个是正规水雪道啊。他冲出来，要是有人那个的话，就要十字撞了，T 字路减速。我手在发热，刚被冷到了。那这样子一下车，我看一下。我刚刚怎么以为是左边的缆车有开？是他后来把它关掉了吗？哪个左边？我怎么记得是温度计旁边有一个上山的缆车有开？那个我们也没坐过啊。温度计旁的上山缆车。对，刚刚我确实看到有另外一台缆车，我们没坐过，没错。对啊，那台没坐过。温度计的上山的。那个啊，我们一下车以后啊，不要切这个黑，一路正规红线左啊。那这条雪道我们滑过，它会一路回到温度计的上面，但是缆车我们没坐过。那还是它没有在动了。没有动了。左边左侧的没有在动了。左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车。左侧我刚看好像有开，没有，现在没有在动。现在右侧有开。左侧那个好像啊，刚刚我看没开。左侧那个就是 Village、啊。还有更远，还有一个上山的，就是对，那个就是 Village 上去的没开，所以要回。比罗夫的人要爬个斜上坡走回来，所以那边已经是别的山了，已经是别的山。对啊，更远的缆车不。我们的这个单椅子如果上去故意一直横切的话，理论上可以切去看看阿努布里，然后再很努力的切回来。对，理论上是这样。哇，呼呼停的，就停呢、欸。对啊。刚那个人不知道是郭道宪还是先生案的，真的很好笑，他就冲进，冲进屋子里啊！这山顶是要进那屋子干什么的？然后想说屋子里有隧道是要进去吗？然后那个人为什么冲到那屋子里？他可以回头冲出来啊，就冲出去。我就觉得奇怪，好不容易。这里的粉很多人刮，嗯，这很密，面很大。对啊，就是很安心啊。你要是觉得太陡的话，你就横切远一点。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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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哎，这一个人就是
直接面对那个斜坡。没有，他现在在切。他要去哪里？他赶时间的样子。不是赶时间，是冲很快。没有，我告诉你，这就是一种，这就像要上去，是不是？没有，他没有要上去，这是一种，不是 snowboarder 的话，耍帅不就是那个这边很低吗？他说我不是摔倒，我只是在摸底。然后，如果对我们 ski 来讲，又要耍帅。我不是快摔倒，我只是要滑很远。对，我不是害怕面对山下，我只是想冲很快，但是又不是朝下冲，是横切冲。我觉得是这样，我现在已经可以体会这种心情了。白滑 course 跟 Santa course， 羊蹄 sunset。看不到羊蹄呀、啊！哎呦！羊蹄在白色的当中，没有。我想起这一条路了，那个。嘿呀，但是我们没坐过，以前也没开，所以这次一定要坐。我觉得这里应该是飞鸭雪道，但是他还没有说我不准滑。所以那是你说那是 mini 级的上山？不是 ，village village 没有单人缆车，那是阿努普里。这样就到阿努普里了。village 是这条，你看那两个人躺板子。那边走过去就是 village， 然后这个椅子是，没有，对面有个椅子是 village 的上山缆车 ，village 就不开。好，village 的上山缆车是两人坐啊 ，village 上山是一人坐还是两人坐啊？我怎么知道？好像是一人坐。没坐过。有啦，我们有坐过一次啦，有，我们坐过一次，那是单人缆车，所以这是 village 的。这是 village 的，这可以拍三次，再拍一张。哦，这里搓很深呢，没有人进来呢。这是 village， 然后隔壁那个缆车站，那是阿努普里。打喷嚏啊！你的那个高的够不够高？怎么够不够高？国围啊。拉不上来。我戴的时候没有把后面的头包起来。那我们故意走最右边那个 course， 现在有个黄色衣服的人的那一条，那个是比罗夫最右边的红线的。这边是 S 啊 ，S 是比罗夫的。他是要你过去的意思，走过去就是啊。好，
这个 course 我们好像也滑过，但是我没印象了，我不知道它滑去哪里。好宽啊！这边是没压的，红棒棒以左才是有压的，然后温度计在那，然后看来下面那个有一个雪板的那个人以下就要用冲的，然后去那个缆车站。这里不大行的话，你到红棒棒左边。就好了，切切。同一只脚的话，也许还 OK。那个小椅子都坐过，这样子，那个啊，我们特地滑下去坐拱道那边啊。那自己滑的部分，我现在整个看起来，我真的觉得山好大哦，就是比农夫大啊，就是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来讲，我不会说很害怕说哦哪边就不要去什么的，然后再这样仔细一看，连这树里面也都可以乱跑什么的，
就是我觉得很安全，到处都可以滑。好，本季取得初级进入森林资格，以及初级山羊站，还有铲平大师。哎、欸，那个斜坡下来，其实下面好像有个类似房子的东西耶，不知道它是屋顶，还从人家屋顶上面咻呼。对啊，那坡。但是那个线是一路往上去，对，也不是他的。这个人走路，这个人陷入了一个没有动力的状态。我追溯他的脚印，从这里，他一定是平着下来到那里。他要是直着下来的话，就可以出去。不错啊，不错。那这样搞不好我们也会意外发现头妈摸的大。对啊，你说中腿去是不是？对对对对对。之前我很高兴的那个练习波，那个红线练习波啊，的右边，我的印象中我们都没有进去。右红线练习波的右边就是喂鸭血。嗯。那这一次我们那个红。不知道会不会开耶、欸？它有三线，我们上次去都没开。那时候血不够，现在应该够。在拉拉链。两个月前去。对啊，十二月。以后也不要想妄想北海道的十二月了。他们也都不开呀、啊。就是。真的也不够是吗？对，也不够啊。十二月来个什么爆量的雪，让你那个的几率也不是很大。每次说有寒流或者史上最强或什么的，都是一月的事情，都是一月，所以主力就排一月开始好了。今天超怪的、啊，不是十号下完十二号就是什么气温最高的一天，因为就是暖气团推着冷气团，它中间的夹缝又是封面。脸很冷，还是我要重戴一下帽子？因为我现在没办法把面罩拉起来。需要弄吗？现在不行了。16/10。这个，哦，这是没坐过的缆车。15/10。会回到刚刚白滑的旁边。那我们刚刚滑的是这个缆车站的左边叫白滑，那这次就是滑右边，也是个红。这是红吗？应该是红，可以自由进入树林的红，也不算树林啊。不过这一堆好像感觉很深呢。这算缆车架啊？不算。这个凹很粉。然后那个我记得我们之前路过那是个餐厅，就说停止营业，然后这个也没开，然后那个时候一下来这样子直直冲过来，也是一片粉，什么都看不清楚，然后冲到了这里，就要用走的走过去，为了要去 village。超龄山是不是有试过？有，而且敲了 N 次。对，那个时候雪很粉，我们在花园也要一直推啊，推个半死。就而且我们就只去一次，嗯，刚刚是小推，但是上次第一次来是大推，在那边一直哇哇，这样。嗯，好，那我就拉一下面罩好了。
来这台也不会开。对啊，因为那时候山顶好像都是草。啊啊？不是，就是可能雪不够深，所以那个看起来的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草看起来比较多。对 ，Santa Claus。可以拉远的。太高，带太多了。懒得爬了，好了，完全的暖了。天气不见了。我只是在小心那个滑手。这里下半部好像很没有速度哎。不管了，走吧。
过这样子，那个往右边切一点有点粉，那今天已经没有粉了。那我们下去滑舒服哈，看还是不是舒服，会不会积雪很多还是怎样？照你要的弯，不用做任何练习，然后压住鞋舌，尽量并拢，只做这三件事就好。压鞋舌并拢，然后转弯。压鞋舌。跳了一下，有小雪都会这样。那我往那边切哦，往前呢，都是粉哦。还是粉，都是粉。就是一路咚咚咚咚咚咚，
那里有一个馒头啊。啊！我动不了。小心啊！馒头啊，掉到馒头里了。他也中招。他也被馒头卡到了。对啊，那个会卡，很大力耶。这真的有馒头、哦！一起要滑下来了，气死了！哎呀！啊？哦，受不了！有馒头，我看到痕迹了。这里一个，上面一个，这边有。我脚卡住了呢。脚卡住。我怕我这样一直松脚，板子滑下去。你要用棒棒，有没有？我板子不会滑。你就你单开不用怕。因为我拖板啊，那两根还在，你知道吗？那两根不用反啦、啊。我们有画下阻止装置啊，对啊，我现在拍自己，因为我是整个脸这样动下去，我可以感到这里都是血。对啊，而且很重哎、欸，我这次有撞到这样子撞下去。不用不用，你先站起来，你这个没办法推远的。馒头，好，好深哦！你看，你的右手边那里一个有没有？对啊。测降就好，哎，好吧，本季最大，本季最大的糟糕。你说摔这种啊？对啊，对啊。要我帮你开伤吗？啊，上面都是血吗？还是？还好还好，其实就是脸上。对啊，就是这里，我觉得是湿的、啊。哎，左边的口罩，我到左边，对，我整个脸，哎、欸，他太快被点，他差一点，他们两个都差一点，对啊，笑，好，汲取教训。没有，镜头上什么都没有。好，嗯，而且现在视线不清了，也没办法在雪上做什么很激烈的那个了，因为，而且我刚刚什么都没看到。有啊，你是勾吗？不是，我是说我在滑的时候没看到，刚视线好的时候都没看到，现在感觉更不好看了。好，我赶快逃走。之
只有最边边他们才有做，这可能是馒头界的行规。挖馒头不能挖中间，要抓左右边。回正常雪道我还以为没了嘞，这都没人，我还以为没了嘞。
我不想踩啊，我这样按摩脚很好，你这能青蛙踩。左右左右不就青蛙？我是青蛙。你刚刚怎么从它来？好，我刚刚是爬起来，过了一阵之后，它哔哔哔关了，然后我又按了一下，它又开了。那要从头到尾我要滑正规红的话，就是啊，有一点。我刚刚摔倒，又把面罩往下拉，但是现在又觉得该往上拉。我有痛动吗？没有。你会觉得冷吗？一点点。好啊，真的。再次评价，三大简单。三大简单雪多，所以还不错。三大，我说三大，我说整个山很大。李乐夫的山很大。对啊。而且这个是不用进 gate 就能滑得到的山，但是那个如果同安窝他说这个也要认证，那个也要认证，那我们就都不行了。他的知识介于可以以及不行之间。弯腰很可以，侧的时候朝山很不行。啊，对，有时候没站好就这样，就在滑。没站稳的时候，反正好比人身体快的时候就这样滑，然后再挺回来。这是什么路？这路我们走过。这个路我们走过中间的山顶，黑的。然后那里，如果你靠着右边的边，大翻滚在，大翻滚在上面一点，那边上面。然后我们接着滑下面，下面切了两下。然后你要是切下来的时候故意切这条路的话，就会滑到这里来。一样是切，但是因为这个切法离柱子太近了，所以我们没有走这个切。那里有个人跪着，他是在等 ski 的人吗？ Snowboard 跟 ski。 嘿，看看这个 Snowboard 的表现是否跟我一样山羊切呢？东摆摆西摆摆，这个人是在找他的手机。哇，我不知道他在找手机。没有，他的手机怎么埋在雪里？他可能是用了那个，用了这个这样子，这个样子，有点后脚跟很用力蹬下去的那种，那种挖挖馒头的方法，然后一蹬蹬到很下面，出不来，那个力道很强。这个人也切很远，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山壁上前后的山羊切？很多、啊。如果是新手，新中手，然后想说我来挑战看看，然后看到这边很陡，他就只能一直往前切，一直切一直切，因为不敢往下下，那这最后就是切到前面。但是我觉得，对snowboard，他们就是在方向去就好，那我们就是一定要转弯，往右切，然后我们就是一定要转弯，但转弯就是最可怕，就是你会转到山上，然后切到底不行，他就换一边切，再换一边切，对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咖啡外套的人的滑法，我就不确定他到底是行还是不行。你说左边这个还是右边？正前面这个。正在滑。对。
他有做闪电的要点，但是他每一个动作都快像快塞打，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是个外国人。这个的话则是，这个的话有扭到。哎，哎，这个教练的滑法，你看，看他小转，呜呜，对，好顺，这整个是转弧形。好哎，那我下次来挑战，我能不能做到转弧形？但是我说下次，新野的时候再说。各种坡上都应该能做到这种转弧形。转野，而且好像看不到太阳。这个风好时候我们被吹，下个雪没有被吹的，那个是它往下滚的，没有雪粉啊，为什么到时候我们被它吹的。上面的那个风墙也一直在转，上面啦，这里啊，这里啊，好的，最后一个，怎么下？对啊，因为从这下来，什么？哪里？灰色的东西扯的，就动哎，没事，不要理我。啊？我这样看我。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看成的它是 3D 的东西，结果它是路。那个是我们上那个上坡那条路啊。旁边那条路，为什么？对啊对啊。为什么我看一个很像？我刚才瞬间也看成你讲的那个。热铁道，然后往上飞，为什么会这样？那个是宇宙港是吗？好，往直直直切过去，切回路上。不知道鸭血蛇鸭。鸭呢？但是我觉得。哎。这样，鸭血蛇上半身朝前倾，然后有保持着这种弹性。对，就这样，双手在前，你就不会往后仰，然后先这个样子做一个弯。有很稳吗？你还没有压够前面，要这么前面？哎、欸，有，好、啊，有要压住前面的感觉。前面有点夸张。不会啊，等等，那你觉得我做有点夸张吗？那你看一下我这样子。你现在觉得很夸张是不是？好。正的哦，你要拍正的哦。我后面有个电线杆当基准了，好，来看，
做了一个漂亮的闪电鞋。你太前面了。你的想象是老套，不，你才稍微往前一点点而已，一点点。真的，你的手多前面，你的头有多前面，你的头跟膝盖跟脚连在一起，这样而已呢。很前面呢。没有很前面。没有很前面。对对对，这样是好的，这样是高手的 pose。你以为太前面，其实这样子才正常。对啊。对啊，所以那样子会不稳啊，这样子的话比较稳。这样。这样。好好看。恐龙手，一开始练习故意是这样，要吗？有觉得比较好滑吗？反而觉得，的确好像鞋子太松了。反而觉得鞋子太松，对啊，前后这样顶光一顶光一，就是鞋子太松。好啊，继续滑吧。这是另外一条路，对不对？同一条啊。什么？你说跟哪一条比？啊，同一条，同一条，对着 base 的路啊。有之后的话会再矫正这个，但是现在先这样没关系。是啊。左右脚卡，左右脚卡，左右脚卡，好的，好很红啊！你要从这边回家吗？没有啊，我想走这边，但是他们右转，我要让开他们，我在自杀。哎呀，这是什么？还好吗？还好啊，有点直走就好了。
澡堂，澡堂，澡堂，一堆红木板。澡堂黄木板，看到了吗？六格黄木板。好来哦，现在好像要出来了呢。没有啦，都是黄黄的，不，都是白白雾雾的。澡堂，澡堂。所以我。对啊，男生左边，女生右边吧。对啊。我怕啦，而且他一直在冒烟，就是温泉在冒烟了。以前有喷枪吗？以前有喷枪吗？以前就有。